挑战用刘德华歌词回答问题。哇，这你难不倒我，我妈是刘德华老师20年的粉丝。来吧。今天天气如何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你最想对粉丝说什么？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。你如何评价曾经的自己？我宁静的小船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90年代。你为什么选择了偶像这条路？我一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。粉丝是你的什么？我的粉丝就是我的城堡，每砖一瓦用爱创造，粉丝们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有你们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。挑战成功。如果要刘德华老师给自己的粉丝唱一首歌，他会选哪一首歌呢？